哎，11点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小北姑嫂。看，昨天晚上我委托阿芝帮我杀了一只老母鸡，本来是要寄给我朋友的，结果今天我们俩一大早拿下去，顺丰那里不给寄，他说受这个疫情的影响，现在这些肉类的东西还寄不了，他说得过段时间才能寄，所以哎，又得便宜我们了，便宜了你，又得便宜了我，一只老母鸡，你看肚子里面还有蛋呢。哎，那就吃吧。昨天晚上本来说是寄的话要冻一下，所以冻的现在还要解一下冻啊。撒盐干嘛？解冻。哦，这样解冻快一点是吗？对，不然11点了，等吃完饭都2-3点了。清水然后放盐是吗？嗯。哎，学到了，就是清水里面撒点盐，这样是快速解冻的办法。趁着这个母鸡解冻的时间，我来切点生姜、大蒜、葱。我能做点什么吗？这个又不用我管了，你继续负责你的老本行，烧火。好，没问题，我烧好我的火。嗯，等着吃吧。烧火喽！来，多多陪我烧火。谁把香蕉皮丢这里的？这是要给我说一个狗吃屎吗？这点辣椒感觉有点少，我再加这么一把。辣的今天晚上都屁股疼，我屁股不疼，我少吃两块，谁贪吃谁就屁股疼，那肯定不是我。咕咕鸡，咕鸡，咕咕鸡。当你在一起，我们之间有太多回忆，爱上了你。这个红红绿绿，辣眼睛啊！但是做起菜来碰香的，这就是。湖南的味道，俺们湖南的味道。对。贝贝，打。哥，是你忙啊？咋打回来你？贝贝，去打一个。这个鸡差不多解冻了，今天来个黄焖鸡。先去捞口。小北，我干嘛叫小北？你现在胆大包天啊，居然敢叫小北！小北，哎，你看这个鸡好肥啊！我的天，我的天哪，全是黄油啊！鸡油、黄油。我觉得这种老母鸡煲汤最好了，煲吗？要不留着吧，等我生了小孩了煲汤吃，煲汤喝。那都坏成什么样了？估计渣渣都不剩了。这个给多多吃吧，凤凰头。多多，你给它撕的更麻烦。你吃一个没事的，剁好了，我把它放到盆里面，用料腌一下，加点生姜。加点料酒，再加少许盐，再加点生抽，然后给它拌匀。用手来得快。再搞个酸辣鸡杂，鸭胗、鸡胗、鸡肠、鸭肠，还有鸡肝、鸭肝。我喜欢吃肝。啊，不是酸辣鸡鸭杂吗？都一样，和一起。对。一大锅，你看这吃过瘾，你看这肠子多少？哎，你婆婆拿那个泡菜来了，祖传的泡菜来了。对，哎呀，我想吃浇头，这是我们祖传的泡菜坛啊，里面有什么？有这个酸豆角、酸萝卜，还有这个泡椒，最下面还有浇头，还有酸胡萝卜。哇，你一直说想吃生的，来，我给你夹一个。好辣的好不好？那是小米椒，这不是小米椒，你尝一个，证明你的时刻到了。吃一个大的。我吃了就怎么样？不怎么样，很好吃，很脆的。吃了你就买头猪给我吃。好，我给你画头猪。嗯，辣，但是好爽啊，酸辣的，是吧？哎呦，我流口水了。我也流口水了。
我要吃焦头。辣死了！哇，好辣，但是好好吃啊！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，来这个给你。哇，这么大，厉害！哎呀，我看到都辣死了，但是感觉又挺香的，好爽啊！加点酸萝卜、酸豆角、酸辣椒，哎呀，再放点酸椒头，够了，吃一顿。我再倒点这个酸汤，这跟那个拉面一样，刀削面一样。你吃不？来，生吃。哇，这鸡鸭胗也大大一个，你看。我喜欢吃鸭胗。我的，都别抢，都别抢，都是我的，都是我的。大小姐驾到，通通闪开！我不做了，谁都别吃。好，全是你的，你做好吃一点，都是你的。嗯，这个鸭胗这个颜色，全是瘦肉，好香的。现在把这些酸菜都切一下备用。火关大火啊、哦！好嘞，又是茶油鸡呀，又是茶油鸡。切点香菇，大，油热了，下点豆瓣酱，给它炒出红油。加入刚刚腌好的鸡。加点香菇，然后再给这只鸡加入忘情水，让它忘记前世，忘记这一世。哦，烧了烧了烧了，完了完了完了，没有吧？这火太大了，没翻车。烧了烧了，没烧。现在加点辣椒进去了。我的天哪！屁股已经在痛了，跟你讲，这个是我们香味版的那个房焖鸡，知道吗？屁股已经拉开了花，好香，真的。帮你，我觉得你可以尝一下香菇，香菇我也没有，那个筷子可以夹。帮你，不用加盐了。帮你吃鸡，不用加盐了。那我加点鸡精。嗯。好好好，葱花起锅了，你知道吗？每次看你炒菜，我最开心的就是看你撒葱花，是吧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可以吃了。对。好香啊！怎么办？中午肯定会控制不住自己。没事，吃完了再减。我现在体重已经飙到三位数了，这段时间伙食太好了，真的。我在三位数已经很久了。现在下油炒鸭杂、鸡杂、鸡鸭杂。对，给我一把火，完美。好嘞，锅热了，放生姜，放辣椒。加盐。下鸡鸭杂，哦，有人偷吃了，有人偷吃了。今天是不是在抓他？下祖传泡菜，最后再加一点这个泡菜水，可以起锅了。嗯，香，葱花。又可以吃了，又可以吃了。
看，中午又是四个菜：黄焖鸡、酸辣鸡鸭杂、外婆菜炒扣肉，还有手撕包菜，太棒了！今天有好菜，我要拿这个大碗吃饭。我拿着一个大碗。哇，鸡皮，谁帮我一下？我要吃鸡皮。好。嗯，好香。好吃吗，轩哥？好吃。好吃你就多吃点啊。